先吃哪一颗哩。我们要知道去路。今天天气真好。那你个人好啊。这都是可以自己使用的。精神来了，睡了两个小时。睡魔，这有一个大苹果哎、欸！你看，睡魔哎、欸，这好可爱哟、哦！甜度不一样，车来的，真假？比你高哎、欸！你在干嘛？车站在前面。2号，3号，6号，苹果，到了哎、欸！哇！红前苹果公园 ，Go！ 刚喝苹果汁，现在到苹果公园，绿色的衣服跟树融为一体。不用啦，没关系啦。我们要上去，上去上面，这可以上去吧？它是危险哦，要注意自己的脚步。这样看过去，感觉不赖哦。好，我要上去喽。这整条路都是苹果哎，你看好多种苹果的那个红绿，红色的苹果，不知道，已经遇到了没？苹果，这是什么？是苹果，不记。发生什么事？我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他在干嘛？咦，你有点像扫地机器人吗？这个也是苹果吗？这个太小颗了吧？这也是吗？你对苹果没兴趣，对车车比较有兴趣。地上，那里有好多掉下来的苹果。你看这个是某一种品种的苹果，超级小颗的哎，哼，比我大拇指大一片。我的是咖喱饭，还有一个苹果派。你的是套餐，苹果咖喱。很特别，你们都会说很特别。苹果好吃，真的。苹果的，这样是对的吧？苹果醋。嗯。这不要去讲，反正你加就对了。好，你加。这也是一酸酸的，有点像醋的感觉。嗯。然后我，谢谢。苹果肉排了，好清爽。点心时间。
那这是我的苹果派，不会很死甜。可是它有焦糖的味道吗？白天捡到原味，没有，我捡焦糖啊。那他会不会以为是你只做了几道原味？啊，随便了，采苹果啊。越来越多苹果了，你看那边苹果。あ、それに取れるのがこの列と、これ、この列と、これ、この列。あ、三列です。一二三，三个。昨日が、还有小哥哥吗？この列と、この列です。なるべく黄色いのを取ってください。でファーストレディはなるべく赤いのを取ってください。緑じゃなくてそれぞれ 黄色いリンゴは黄色、赤いリンゴは赤。引っ張るダメです。 Don't pull down、 ねじらない、ねじらない。下持って上に、あっ、ワンワンさん、OK。今撮ってみてください。感觉红的比较甜哦。红的吗？我要去摘红。我们刚吃红色的吗？对。那个很大的。好，你要摘的吗？嗯。好，我要摘这个摘的。好。开始。好摘了。好，往上。up。等一下。哎。啊。这样。有。几条啊？几条啊？那我要另外一个要黄的。好。耶！寻寻觅觅那个感觉怎么样？对啊，可是不够高啊，就得拿个梯子来了。哎、欸，他说要往上，往上折。成功了！我当然成功了。哇！千辛万苦，检查一下。啊，你的塑胶袋嘞？苹果王，苹果王，你叫我苹果王，苹果王，直球，对决，好了没？好了没？放起来，头戴，好，头戴。下雨了，放，先拿雨伞。哦，黄的在这边，在上面呢。往上，拉一下是不是？因为刚才有风，你看我们两个有多浪费，因为我头暴雨耶，狂风暴雨，在那边一颗。次は按摩，200秒前，要按摩。公园入り口，200秒前，公园入り口です。我们要去洪天城喽。如果樱花的话，是这里啊。哦，整个都是樱花，对不对？很漂亮。可是现在只有下雨。噔噔。你看，它有樱花的时候很好看哎，这里超漂亮的，立体的哎。我们要去本丸包场，有樱花的时候一定超美。南内门，我听见下雨的声音，爱心里面走路。在这里耶，爱心耶，这边走到里面，爱心就在那里，这样都看不出来爱心在哪里，可是从里面往外看就有一颗爱心，太厉害了。
它哪是樱花、啊？这个是樱花？哎、欸，好像是哎、欸。之前这一个下雪的时候，不小心把它的根弄坏了。它就是垂枝樱花。它原本在这里啊。哦，它从这里搬到那里。拜拜。有樱花再来看你。狗呢？狗狗在哪里？树冠。我的狗狗会放在那里的。他看照片就不是啊。你看的哪张照片会觉得他放那里？那草地啊。你看的哪一张照片？阿爸，你现在一点钟放向那只狗是吗？这里有一只周杰伦小八啊，好不好？这里啊，我看啊，你看啊，狗狗还回头看我们，可爱吧？对，狗狗。你是管？对。他说可以拍照，不要跑动。他是奈良美智的狗狗。又下雨了，这里有苹果。下雨天的红前。次の都市は午後青森行きです。新潟と呼ばすと新青森終点青森の順に停車いたします。次の新青森19時27分終点青森。坐第一个。哇！哇！可以。这个是什么？按摩椅，太可爱了吧！这个挺可爱，太棒了！买什么来？哦，开灯了，开灯了！哎，一个镜子，它的空间算蛮大的呢。你看它的空间那么宽敞。这个是我们今天去苹果公园摘的苹果，我们摘到一半，啊，下大雨，我们总共摘了三颗，好像400多块日币。这个越红越甜，这个是我摘的，然后这个是另外一个品种，听说要摘黄一点，黄一点会比较好吃，这个就只有这一块比较好。这个是刚才在百元商店买的，我要来削苹果了，很期待哦，毕竟这是我自己摘的。被我削得很丑的苹果，
好甜哦，很甜，而且水分也很多。